好，我来到了漂亮的统后月岭步道，现在已经来到溪流瀑布这边，像奥如赖溪流，哇，有没有看到这一块特别美，清澈的水潭带点碧绿，特写来一下哦。呜呼！哎呀，好可惜这一支没有 4K 录影，不然更漂亮。好，就先录到这边。